无线艺员王家乐今日同圈外女友江慧妍正式拉埋天窗，太太虽然一身金气，都不及身上所穿嘅裙褂耀眼。佢向香港另一透露裙褂嘅款式为褂王，价值20几万元，话系揾本地师傅亲自设计。平常呢一种褂系需要用到10个月至1年时间完成，而佢揾嘅师傅帮佢度身到完成，只用7个月时间就完成，出嚟嘅效果好靓好满意。